女人不可能同时拥有这五项东西，怎么可能？什么年代了，什么东西我们女人不能有？来啊，第一项是什么？两万块，我有两万块啊，我有两万块。第二项，稳定。我有两万块啊，我有两万块。这局不算啊，这局不算。两万块，我有两万块啊，我有两万块。第二项，稳定。这局不算了、啊。哦，很醉。那我家里有点乱哦。没关系。有点乱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那个是？没有啊。不好意思。等一下你。你干嘛？干嘛脱裤子？我洗澡。哦，好。哎，我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坐吗？嗯。你拿杯子要干嘛？你才要继续喝哦。因为我醉，很醉。那你还要继续吗？看你啊。你这人傻哎、欸！我怎么了？我怎样？你可爱、欸啊。你要去换个衣服，我有 T 恤给你穿。好啊，好啊。那你今天睡这里吗？我可以睡沙发。哦，都可以啊。就是里面，因为里面才有冷气，不然我们睡里面。还是我睡沙发就好，没关系。你知道最危险的生物是什么？我昨天提了很多，是暖渣的。就它不是一般那种完全容易辨识的，它就是已经有人了，对，但是它对喜欢的人还是非常好，就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出现。然后你是被暖渣男伤害过，因为这种人就很难辨识嘛，因为你会一直骗自己说，你会骗自己，对，他真的对我很好，就是很喜欢玩玩啊，对你爱理不理，对吧？需要的时候才来找你，对，暖渣男不一样，他就是已经有人了，对，但是他对喜欢的人还是非常好。就你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就会出现。然后你是被暖渣男伤害过，因为这种人就很难辨识嘛。因为你会一直骗自己说他真的对我很好，他只是在这段感情之间不快乐。对他没办法做出个决定。但我跟你讲，不干你的事。你现在就应该 walk away， 因为对这男生来讲，他现在就什么都有啊，他没有任何压力去做决定。他如果今天跑过来挽留你，但是他又不分手，就不用理他，都不用理他，不用理他。你要转念一想说。你走，他也没来追你，他根本就不爱你。对他来讲，你可能就只是另外一个倒追他的女生。他是不是之后有遇到更喜欢的人，他又会觉得说，反正你只是来倒追我，我也可以把你甩掉。那这种暖渣男就会说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分手。那我跟你讲，行为跟决定才是代表一切。真的。